那小伙子的名字勇敢上前线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母亲送儿大东洋，爱的呀儿嘿。我听说我婶儿跟着战地医院来到平山了，你有机会劝劝。团长，政委，咱们在这儿埋伏5个小时了，小鬼子怎么还不来？会不会情报有误？这个情报啊，是咱们县委敌工部部长赵军同志传来的。赵军同志啊，做事向来小心，对情报的真伪判断从来没有错过。这也是中村太郎在赵军的饭馆喝醉之后，无意间向属下透露的，说是日本军方派了一个东京慰问团到河北一带慰问演出。这个慰问团呀，不仅带有重要物资，而且呢还有歌手、乐师，包括10几名日本妓女。按照计划到达平山的时间就是今天，我觉得这个情报啊不会有误，咱们再等等。大家都别着急，咱耐心等一会儿。哎呀，你也欺负我！再这么等下去啊，我都得被蚊子咬死，真憋屈。你瞪我干啥呀？我送鱼儿不怕死，我也不怕累，我就觉得没意思。你看看人家平山团在山西，那一仗打下来以后，消灭了1000多鬼子，还有，人家跟着120师的主力，直接就打到鬼子的老巢了，一举拿下了7座县城，那铁军的美誉震天下。你再看看咱们五团，哎呀，也是平山人的队伍啊。东一榔头西一锤的，能打死几个鬼子？原本的我想着跟着刘书记干番大事，真憋屈。是呀，我们占山为王的时候就打起鬼子，现在加入八路军了，还是天天就会抢物资，这到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受嘉奖啊？说的没错，团长、政委、刘书记，宋营长说的的确是很多战士们的心声啊！眼看这平山团立功受奖，驰骋沙场，大家伙都羡慕啊！这要是还没打仗打，大家伙都会有情绪的。积极求战是好事，证明大家士气高涨。咱们五团成立以来风风雨雨，锻炼到现在，不是怕跟鬼子面对面，而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战绩。我倒觉得这次也许是个战机啊。哎，你们想啊，就这个日本慰问团一到了平山，依照日本人的德行，那些日本军官肯定会着急的聚集在一起，花天酒地的玩女人。我看咱们就趁这个机会，今天晚上夜袭，咱们攻打县城。哎，刘书记，这个办法好，我们可以挑一些枪法好、武功高强的小分队，袭击他们的聚会场所，先干掉几个日本军官，让他们群龙无首。哎，我去啊，谁都不要给我争啊。哎，刘书记，我让他们牡丹花下死，捉鬼都风流。慢点，慢点，鬼子来了。团长，结不结？哎，抢物资不急这一回，攻打县城这机会可遇不可求啊。远远的我就瞅见鬼子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大家都别动，您别好。
放他们过去。县城里边现在驻扎着拥有重武器的羽田大队，还有红二子带领的500多伪军。就算咱们趁机拿下县城，以咱们的兵力啊，很难守得住。所以我觉得，此次战斗的目标呢，主要是干掉东京慰问团，还有驻守平山的日军军官。再有机会，能够把关在县城监狱里的咱们的同志给救出来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能做到这一些，此战足矣。文瑶，刘书记一向做事谨慎，我觉得他这个计划可行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姚团长，既然这么定了，就让我们县委来对付红二子。我们县委供给科的科长刘正杰同志呢，对县城极其熟悉。我们呢，可以先化妆潜入县城，然后找到红二子，把他给抓住作为人质，这样就足以瓦解伪军了。好主意，姚团长，鬼子俱乐部啊，是用原先的妓院改造的，那儿的地形我已经摸清楚。晚上的时候趁着天黑，我带着几个高手摸爬进去，先杀几个鬼子军官，扰乱他们的军心。好，如果你们两路行动成功，守城门的鬼子势必开始慌乱，这时候我和政委带着主力强攻，咱们一举拿下县城。人上。刘书记，郑杰搞到黄二的家的地图了吗？他说呀，他会有更好的办法。叔，啊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老朋友，于福。二爷啊，这不合适吧？这，哎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，来来，坐坐坐。我坐，哎呀，坐！小六，这话说回来，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？啊啊，是赴汤蹈火。放心，这个面我给你做足了啊，就在我房间里办就完了啊。二爷，哎，我谢谢二爷啊。我打算向鬼子投诚。鬼子在县城肆意的屠杀，奸淫的暴行，引起了很多伪军兄弟的良知。保安队还有几十个兄弟，像渔夫一样，也希望向我们投诚。我们可以组织起他们，带着我们潜入红二子家，不放一枪一炮，直奔红二子寝室。好，擒贼先擒王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几个人跟着投诚的伪军兄弟偷偷潜入进去即可，声量也不逼得太多，以免呢让守卫看出破绽。剩下的人就在门口等待接应。我给大家准备了伪军的衣服。好，天黑以后听我的命令行动。兄弟，我有急事儿要见二爷，抓了一个八路内线。哦，这不是恒春药铺掌柜的吗？我说怎么没看见你？原来是被人抓。快点，叫你的人在这守着，以免别人起疑。你们两个在这边守着，其他人给我进去。走。
这个就是洪二子的寝室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呀去外边守着。郑杰、天魁，跟我来。是，走。别叫，别动！你们别动，你们别动啊！怎么是你啊？洪二子呢？我媳妇儿过来看我。二爷，啊不不不，洪二子，他为了给我长面子，特意让我住他房间。先拿他做人质。各位保重，大爷，你放了我吧，就是我死了，他也不会当回事。叔，这洪二子一定还在这院子里，咱们接着搜。行，你带着我们去找洪二子，快点。保安队，保安队，黄军在出事了，我去看看。算了，保卫队。撤，快撤！那边出了纰漏，没有抓着洪二子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刘书记，我也没有完成任务，让于天正南那狗日的给逃跑了。他们大部队来了，把我们堵了，我也是拼了命才出来。那赶紧撤吧，再晚来不及了。好，快一点！咱们好像被包围了，我看见了。刘书记啊，我当了这么久的汉奸，让我赎个罪吧。我掩护你们。什么？哎哎，玉夫，喂，玉夫，玉夫，玉夫，你回来！哎，那不是于福吗？等。洪总，昨天晚上土八路偷袭了你的家，还摸到了你的卧室。是是。你是怎么逃脱的呀？说来也巧，昨天呢，这小六的媳妇儿啊，从乡下到县城里来看他。小六跟我也十几年了，怎么着我也得照顾照顾他。所以啊，我就把我那卧房啊让给小六和媳妇儿住了。没想到昨天晚上这八路来了，摸到我的卧房，哎，没找到我，一枪就把小六给打死了。哎呀，真是挺险的呀。这也是我平常积德行善的结果。俗话说得好，好心有好报嘛。小六子现在死了，保安队也不能没有人负责。是是，那就拜托洪桑了。好，好，等找到合适的人选，再换吧。好，好。太君，我听说昨天晚上您也有惊无险了一下。哎，昨天八路袭击俱乐部的时候，我多喝了几杯，正好去上厕所，就逃过了这次袭击。哇，忠臣太监，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，叫这个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哎呀，您这后福大大的呀！
您这升官发财是大大的呀。好了，我不想听你拍马屁。这次八路的偷袭暴露了我们防守的薄弱，是一支只有长矛、大刀和手榴弹的土八路，居然差点攻下了我们重兵防守的平山县城。是啊，而且接应的几个土八路最后还逃跑了。如果土八路拥有重武器，那么平山县城就不保了。是是是，这五团也实在太彪悍了，这比起咱们在那洪州镇和咱们作对的平山团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白眉喽，我不想听你赞扬敌人，我要的是办法，办法，办法，办法有。您想想，为什么我们会失手？依我看，不是八路厉害，而是我们呀，这个防守啊松懈了，才使这八路有机可乘。我觉得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在层楼派兵轮班，轮班把守，紧紧地盯着外头。只要八路一来，我们就开枪。这些土八路一门大炮都没有，我们就这么防守，这些土豹子，嗨，吃不了兜着走。有戏。啊，有戏。那就让皇军和保安队一起防守，各自防守城墙和城楼。是，每天加四班岗，严密防守，绝不能再有疏忽了。是，太君，你太英明了，我马上去办。一个武探是不是不想打小仗，只想打大仗啊？聂司令员，这次攻打县城失败，我负全责。由于我对鬼子情况估计不足，筹划不足，害得那么多同志牺牲，我检讨，我愿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。不，聂司令，应该处理我。聂司令，这个攻打县城呢，是我的建议，我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而且呢，对敌我力量的悬殊，这个估计不足，我应该负全部责任。聂司令，作为政委，我没有及时疏解大家急躁冒进的情绪，反而跟着推波助澜，责任在我。那个，请求组织给予处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三个是不是以为抢着担责任这事情就算解决了？哦，筹划不足，是不是要好好再筹划一下？等着下一次再打一个大仗啊！聂司令员，同志们呐，你们的思想不对头啊！啊，有一笔账，不知道你们算没算过？我们全边区一共多少个县？200个，对吧？假如每个县每一天打死一个鬼子，一个月下来是多少？6000，相当于日寇一个旅团。你们想打大仗，无非就是认为打大仗可以击毙更多的鬼子，对不对？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部队一个主力团一年能打几个大仗啊？照这样下去，一个团击毙的鬼子还不如几百人的游击队。不错，日军虽然作战强悍，可他们毕竟国土狭小，人口有限呐。我们要想最终战胜敌人，赢得战争，就要坚持毛主席的方针，跟鬼子打游击战，打消耗战，打持久战。这次战斗教训是极其惨痛的，他也再次提醒我们，打大仗立大功，这种思想万万要不得。是，聂司令员，我们明白了，回去以后我们一定改变战术，完善各种游击战，以多杀鬼子为目的。聂司令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跟战士们算算这笔账，让大家正确理解游击战的重要性。我去做好部队和民主政府的协调工作，
让五团和游击队充分的密切配合，争取多打游击战，再也不贪立大功打大仗了。同志们呐，帝国主义的武器其实算不得什么，不可怕，那些东西机器一转就转出来了，但是机器转不出来战士啊，人，只有人才是战争中决定性的因素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心的爱护我们的人民子弟兵，不要动不动就轻易跟鬼子去力拼死拼，跟他们拼命，我们要学会积小胜为大胜，积小胜为大胜。聂司令，我马上把您这种思想传达给平山县委。积小胜为大胜，没错，这个呀就是毛主席论持久战战术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。这聂司令啊给我举了一个例子，说这四分区二团直属连的指导员段兴国有一次呢带着六个人去侦查，发现啊这鬼子正在压着老百姓修炮楼呢，而且呢还抢这民夫的饭吃。段兴国他们几个人啊一看马上就一起开枪，当时就撂倒了四个鬼子，其他的小鬼子一看情况不妙，扭头就往炮楼里边跑，他们一边追一边打，又撂倒了一个。聂司令说呀，别小看这种零打碎敲，这全边区啊200多个县，如果每天都能发生一次这样的战斗的话，你们想想。登上山一看啊，全都是稻草人儿。嘿，这办法好啊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把鬼子折腾了半天。是啊，反正呢，聂司令已经指示了，咱们平山县委、平山县游击队要配合好五团，打好游击战。好，好。偷袭老子，遇上你宋爷爷，算你倒霉。西风吹，天气凉，模范队员上战场，拿上炸弹和快枪，袭击敌人是难挡。你一刀，我一枪，日本鬼子当老央。我们开展游击战，鬼子日夜心发慌。麻雀战战果，6月份。麻雀战战果公布，击毙日军36人，伪军43人，端掉炮楼2个，缴获粮食3000多斤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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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书记，你看看，咱们军民合作，战果喜人呐。哎，人聂司令啊，给咱们这种战术起名麻雀战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你看那麻雀吃食的时候啊。他是捉一口就跑，就像咱们搞伏击打冷枪，哎，干掉几个小鬼子，咱们扭头就走，让他们呀连人影都摸不着。而且这麻雀啊，一直是叽叽喳喳的叫不停，
这足以让小鬼子心神不定、寝食难安。经过这一段时间，咱们搞麻雀战，这小鬼子啊，整天龟缩在炮楼里边，连散步都不敢出来，生怕呀被咱们的冷枪敲了脑袋。没错没错，这个麻雀战的目的，除了歼灭鬼子的有生力量之外，再有就是让他们草木皆兵，既不能安安生生的活着，更不能让他们顺顺利利的行军。总之，咱们要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、战战兢兢，要慢慢的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。这麻雀战的效果呀，出奇的好，这比跟小鬼子硬碰硬的打一场歼灭战还能打击他们的士气。这麻雀战再次证明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正确性和前瞻性。是啊，是啊。咱们走。走。旅长，师部命令，咱们三五九旅除了将一部分留在衡山，组成雁美支队坚持游击战以外，主力部队分批赶赴陕北。传我的命令，717团、718团，一天之内集结完毕，随后赴陕北。719团留在晋察冀，接到我的命令之后再赴陕北。是。老陆，你还记得2年前那个晚上吗？我们刚到平时的情景，我可是历历在目。现如今，一眨眼，2年就过去了。咱们的战士从平山到了山西，从陌生到了熟悉，从背井离乡到把这当家，战火烽烟中乡亲们的土炕是多么温暖，乡亲们的小米粥是多么的香甜。现在咱们都要走了。是啊，时间久了就把这儿当成家了，真不想离开啊。这2年多了，时时刻刻的都能感受到太行山人民的质朴和善良。老人呐，太行山人民可是咱们八路克敌制胜的坚强后盾啊。是啊，咱们平山团的小伙子们早就把这儿当成第二故乡了，可是不想走也得走啊。咱们当兵的就是漂泊不定，哪儿有仗咱们就去哪儿。更何况这次咱们的任务光荣而紧迫。行吧，咱们赶紧走了，乡亲们呢还要给我们送行呢。大娘，徐娘，小声点，别把大娘吵醒了。楚大叔，哎，楚婶儿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。哎，陆团长，这是哪儿的话？下次部队再回晋西北，哪怕是从附近路过，你也要到我们村儿回来看看呢。行，下次啊，肯定住您这儿。这个叫发卡，是用来夹头发的。男儿要是加上，
一定会很好看。嗯，来，叔叔给你加上。叔叔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们说好看吗？好看。出发时间要到了，我现在就得走了。叔叔，叔叔，你要走了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走。兰儿，别闹，叔叔还有事儿呢。我就是不让叔叔走。哎，兰儿，撒手。哎，大叔，别呵斥他。兰儿，叔叔还有事儿要去办呢。要不，兰儿跟叔叔一起去。嗯。叔叔那地方有点冷，要多穿衣服。要不，你回去拿件棉袄。叔叔在这等你。好。叔叔，你等着我。哎。大叔大婶儿，我真的得走了。一会儿，兰儿她要是哭的话，你们千万别呵斥她，就说我过几天就会回来了。是陆团长，我们记住了。陆团长，这个你拿着路上吃啊。大嫂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你就拿着。不不不，真的不用了。拿着吧。拿着吧。一路小心啊，路上慢点儿。拿着吧，这拿着，带着路上吃啊。不用了，拿着吧。哎呦，拿着吧，别急着。回去吧，您回去吧。拿着吧，拿着吧。保重身体，保重身体啊。保重，保重啊。一路小心，再见。保重，保重啊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都回去吧。我们啊，还会再回来的。保重，保重，回去吧。再见，乡亲们。叔叔，叔叔，你骗人，你骗了我，你说要带我走的，你骗人。叔叔，你骗人，你骗人，你骗了我。叔叔，你骗人。今天咱们重点讲一下小分队作战时的巷战技巧。巷战和上次讲的阵地战大有不同。在巷战中，咱们无论是攻是守，都要充分的利用地形，组织射杀火力，要使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堵墙，哪怕是每一棵树，都要成为保护的盾牌。你给我过来一下。哎，成为射杀敌人的利剑。有一点我想提醒，在巷战中，程远，兵战团不要我们，这哪能啊？就怕你多想，没有心思再继续学习下去。平山团的陆团长、任政委以团部的名义给咱们二分校发来了电报，希望我们能严格的监督你，让你务必完成学业。真恨不得马上赶上部队。这仗啊，可不是一天两天说打就能打完的。现在日未完，勾结的是越来越明显了。
你们平山团以后有的是硬仗和恶仗要打。好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既然咱们在学校，就要把功课学扎实了。以后回了部队，带领同志们才能打大仗、打胜仗、打好仗，不是？记住了没有？我想回上课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嗯，好好上课。続いての秋季大討伐は藤原少将が独立混成第八両を率いて行う。彼らは牛刀戦術をもって GC の八路どもを掃討する。你也是人。哦，哈哈哈哈，你也是人。何师长，你们120师部能够搬到金朝这边去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只是啊，冒着这么大的雨长途跋涉，太辛苦了。来来，走走走走，叶司令啊，你们辛苦啊。连日阴雨，平山、灵寿等几个县又发生泥石流，你们边区政府和军区军民要忙着救灾，要时刻警戒鬼子。是啊，自从鬼子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驻扎在灵寿县城以来，半个月了，一直就没有动静。嗯，越是难进就越是危险啊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敌人很可能最近对冀西地区有所行动。现在整个军区的军民全部都在全力救灾，我正在发愁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警戒啊。何师长，你们120师部现在能够过来，那我就彻底放心了。不光是师部，我们师除了359旅一方走的两个团，其余主力全部集结在周边，我正愁着鬼子不来进犯金察局边区呢。何师长真是豪气不改当年。就这样，一旦日军来犯，请贺师长全权指挥战斗，印察冀边区的部队任凭你调遣。谢谢聂司令的信任。哟，来爹，你可来了。姚团长，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年啊这个雨水大，泥石流呢来的比较猛。嗯，我带着县里的几个同志啊，这一上午跑了好几个村子。哎，受灾的乡亲们呀，都得到妥善安置了。哎，你们俩招干什么？你来看，这是慈玉镇。嗯，聂司令给五团的任务就是驻守慈玉镇。嗯，对。石家庄方向进行警戒。嗯，现在五团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救灾。我和政委呢商量了一下，咱们平山县县委能不能抽调一部分兵力，配合我们在慈玉镇的警戒任务？是啊，这个没问题，我回去就可以安排。但是啊，在深山里边救灾啊，就算发现敌情的话，这个慈玉镇呢离咱们又这么远，很难第一时间把这个情报传递过来啊。刘书记，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。慈玉镇一旦发现敌情，不是向我们报告，而是第一时间赶往附近的灵寿县谭庄，向驻守在那里的719团张忠汉团长报告。719团？对啊，359旅不要全部移防陕北吗？没错，不过是分批走。719团还在，就驻守在灵寿县的谭庄。我明白了，关键的时候啊，打破建制，慈玉镇离谭庄非常的近，这样的安排很合理。是啊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Thank you.
一把。